外国人也是真可爱，看到公园有棺材也知道有陷阱啊，还吓成这样。你看这个小男孩啊，哎呦，吓得这么严重哦！天哪，妈妈赶快安慰他一下啊！还有这两个妙龄女子，拉杠拉开杠啊！你看也被吓到。我看他们刚才聊些什么，他们也忘光了，哈哈。再来看看下一位。哦，啊，你那个反应是最激烈的呢，哦，要去收姜啦！哎呦，你吓得肥肉都抖起来了。嘿，啊，你们两个女孩子是怎样纵火丢搞你？不过风度还是不错啦，被整还那么开心。让我们再来看看几个可爱的反应。